好，大家继续绝对玩 D N， 今次翻到嚟咧就继续玩嗱、啊，好，然之后咧应该就系枯叶市啊，要去枯叶市上面咧，应该就有个地方可以去到最新嘅城镇嘅，应该系好哦，啊唔系、啊，好似系要打双打嗰边啊，紫渊镇，好 ，OK， 呢度啊，诶。嗯，呢、這个又冇喎，冇劇情嘅，死啦！而家要去边啊？咁打呢条友先，喷你个火啦！呢度好，已经冇咩可能打赢我啊！呢班友，虽然其实打系唔知有咩用嘅啊，赚钱，其实钱而家对我嚟讲暂时冇咩作用啊，因为而家我已经有换咗个张嘅卡啊，换咗会员卡，咁所以呢啲钱就可以攞嚟买技能啦，咁买完技能之后，啲钱就唔知点用啦。好，但系咧又喺呢度啊，会唔会喺呢度咧？喂，真系遗憾啊！呢度唔可以通过，点解？嗯，发炎咗恢复正常，冇毛病啊，但系冇毛病呢度咧都系唔可以通过，乜鬼冇毛病？呢、這个乜水啊？禁止通行，好啦，咁落气落地下道咯。好，呢、這个音乐嘅 ，OK， 好，我较大先，大声啲，因为大家可能听唔到 ，OK。哦，做乜咁啊？呢度呢个乜水？大叔，我唔系可以人物喺呢度咧，人迹可人迹呢个罕见嘅地方咧，聚集咗好多坏家伙，佢哋专门咧捣乱嘅，所以新嚟嘅大叔喺度监视。好喺地下讲嘢，回声好大。好，咁就通过咗啦。啊，落嚟呢度呀？诶，呢个未打嘅咩？佢死咧未打，同埋我已经有获知波动啦，我只嘅黑老家揾得好辛苦。好，马志士啊嘛，试下打先马志士。哦，系啦，马志士，马志士嘅话用，其实用边只都冇乜所谓呢噶，系嘛？系是但，地震雨系、哦、要俾降鸟胜利。嗯，好，双打，地震，掉钉。哇！搞错，好吸收拳，闪电，我的天啊！呢度我只云雀啦，地震保护，好 ，OK， 地震飞天打长耳兔，好，龙之波动。龙之波动其实劲啲嘅，但我有龙星群就需唔需要龙之波动咧？其实唔需要啦，算啦。麒麟旗地震，好，哇！试验头锤 ，Hello 家呢度，翻瀑布打呢只麒麟旗，我用过之波龙打，哇！电磁波唔紧要啊，呢度环境我都要花快回血先。因为我要只降鸟进升到咧，不过就算迟啲咧升唔到咧都冇问题，因为我有呢个神奇糖果去俾佢。之前我都冇食过一路，所以而家聚积咗好多。好，打呢个啦！你要嚟打低咧马志士少佐噶，唔会俾你得逞啊！马志士系军人嚟嘅，所以佢哋班友会叫佢少佐。剑王先，头先唔记得佢发号友。拍瀑布，拍瀑布啊！影子球，电鬼。唔系全部都电鬼啊，系喎，全部都电鬼喎，同埋佢仲要冇属性喎，即系冇得转形态，点解佢打死你？点解要全部都系电鬼呢？情有独钟，好，即系揾呢个掣啦，开门嘅掣喺边度？好，诶、欸，有个开关，唉。冇记错喺附近嗰个嘅开门掣呢、這个，唉，回复翻嚟又试下右边今次，诶唔系，唔通系下面？依家试下右或者下面先。OK， 有啦，今次试下呢度啊，唔啱啊又。其实好麻烦呢、這个，玩极都玩唔到噶。细个嘅话会，今次揿下面咧，又错。试下上面今次，
诶、欸，有啦，搞掂。好，准备殴佢啦。嘿，你咪就帮忙咧解决发电厂事件嗰件正义训练师，嗰阵真系多谢你。嗰日你嚟到挑战我度过波咧，你已经有相当嘅数量嘅徽章啦。我都唔咧，我都不得不认真咧接受你嘅挑战。Begin。好，马志士。电鬼剑王，攀木布，攀木布，慢慢打啦，唯有。唔想换重雷啦，我碰平分，好嘢。哇！佢真系佢不断磨血喎，开多下剑王先，冲浪。哇！我都就嚟俾你玩死啦，咁样回法。好，搞掂，争啲死。地震，光之壁，好都打掂啊！地震，大爆炸。Hello 家，我知波动，交叉切，好嘢。好，出呢只啦，剑舞。火拳、叶印斩，准备灭团哦！斩，雷超斩，好雷电师斩，搞掂晒！哇，确实犀利啊！好呢、這个咧，我实现呢、這个承认你嘅实力嘅证明啊！彩色徽章归你啦！好，嗰、那个彩色徽章咧，作为通过我测试嘅纪念啊，最合适不过，好好珍惜啊！仲有呢个技能哦，34啊，电系电击波。北边有个山吹屎，山吹屎上面嗰度啊！但系之前，但系而家唔系有个即系咁嘅卡比兽挡住条路。好，继续沿住呢条路，我就去尼比市啦。尼比市揾小光打。好，啲好快嘅，我记得一条路，一条直路咁样行过去。好，嚟到呢度啦。诶，真字喎、啊，啊唔系喎，零买原来系，啊真系啱啦。不过咧，报业物稍微有啲赶时间，限弹咧以后再讲啦。哦，新组、啊，哇你班友，哎又系呢条有挡路，唔紧要啦，小纯啊，哎系啦系啦，头先咧呢个中心见到咧带住波士奥多拉个高手啊，不过今次咧冇接受我挑战，好急咁样带住一班人走咗，其中有靓女。虽然咧唔可以咧再同高手对战，但你嚟咗啱啦，等你见识下我而家实力啊。算吧啦，你赢攞唔到啊！睇先，照打，冲浪，蜻蜓房，喂，最憎呢只嘢，呢只系草岩石啊！呢只，咁我拎呢只出嚟啦。哦，靓波，急冻光线斩 ，OK， 拆嗰只咁嘅鹰啊！我未必快过去，其实呢只嘢，地震呢只，地震，哇，战鸟，我仲系佢会换重添。好唔紧要，喂，即刻出嚟啦！只捉到奇异花出嚟啦，分之后半 ，hello 噶阴谋火焰喷射，耶、yeah, ！卡波朗杀，唉，最憎一血紧呢只鹰，应该快过，同埋有近身拳击嘅佢。咁嘅话，我转翻种地震鱼啦。好。hello 噶，火焚雷超杀烧伤，哎，我都麻痹添，走一走先，唔走好过走系啊，唔走好过走呢度，诅咒娃娃，奇花，瞓呢个觉，大家一齐种状态，冇惊过，好就死啦，一死，哎，痛平分。好错差一点啊！诶，难你，我精灵居然咁样输咗开玩笑，明明咧攞两个徽章比你多啊，唔科学吓？我唔系两个徽章咩？我几多个徽章？三个、啊、好似之后再嚟打低你，我唔系三个咩？你哋真系打算啊袭击博物馆攞个清空石板啊？唔通唔得啊？嗰、那个馆主啊死都唔肯出售啊，而且仲将个石板咧藏喺博物馆藏到深深啊，仲唔可以对外咧展览，偷都唔得啊！但系我哋咧，并唔需要咧直接去侵占嗰个成个博物馆，将佢揾出嚟。咁样做咧唔啱嘅，还不讲呢？哎呀哎呀，都呢个时候，你仲抱住嗰啲虚伪嘅社会法律同埋规则啊？我哋新组唔系为咗啊创造啊更好嘅世界、更好嘅社会努力嘅咩？哼，动用一啲嘅必要嘅暴力嘅呢个咪理所当然噶嘛？之前去揾其他石板咪又系咁样，唔一样。咁样做嘅话，社会嘅危害性质咧唔大，而且咧都系啲人烟咧稀少嘅地方。今次唔同啊，今次系有人存在啊，唔少人存在嘅城市，对面系人嚟嘅。
呢个系50步笑8步啊！乜嘢社会危害啊？做嘢咪一模一样。今次首领嘅同意呢一个嘅计划嘅，话要尽快集齐呢个所有石板，准许咧使用一切嘅暴力，已经唔想再等啦。好，点会噶？今次首领，今次系真嘅。呢个确实咧首领嘅原话，虽然咧我都唔系几中意直接抢，但系咧建立于咧对方愿意进行交涉嘅情况之上。既然咧对方唔肯合作嘅话，咁我哋唯有咧强行令佢哋合作啦。呢、这、一个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啊，必要嘅话用游客咧作为威胁都唔错。我想咧，我谂嗰个怪、那个馆长应该会咧乖乖就范，交出个清空嘅石板嘅。安心啊，灵马，清空石板咧所在地咧系你打探出嚟嘅，当然咧功劳系你嘅啦。咁样做咧，为咗新组最终咧，为咗可以达成呢个首领嘅目的，用一定嘅手段咧都系必要嘅。你应该理解啊，灵马。作为新组嘅干部嘅你咧，毫无疑问咧系最认同新组嘅理想嘅。走啦，走啦，阿罗马，差唔多你要行动啦。好，我明啦。咁我哋要去部署一下次失礼啦，灵马小姐。点点点点点，点点点，唔知几时开始啊？新组变成咁，一直以嚟我有冇做错？石板收集终于完成啊，所以咧我冇办法咧随意怀疑呢个首领所选择嘅路。哦，等我嚟教训佢啦，呢班友，唔好以为我会输啊，而家。哦，一隻 DB 会打死你哋啊！打阵同我对战，73咧，一嘢冲死你。好，黑雷帽格同埋超能力，整个影子球车死你。超力王，降料啊！空切，好，盾甲应该缓重，缓地震，冲咯！去死啊！搞掂，又要打呢个蓝色系沙地狱，唔系沙暴，冲浪啊！耶、yeah ！我唔缓冲就得啦，呢度月石点啊？太有用啦！呢个地震雨真系唔系讲笑，唔系有哇几惊有草成结咯，真系会死嘅，再有草成结，照杀啦冲浪，一招冲浪打天下。哇！我贝罗咧重到死，系时候咧离场战斗咧轻松下，战斗唔系仲麻烦，点咧轻松下？哇！搞错，但系佢有木技头先系嘛？呢只啦，摇篮，唉，正好斩太古篮，斩乔不备，斩秒晒。你等，你等我咧，掉出去。黐线，阿布剑舞啦，阿布，哇，催眠冇啊，起身啦，依背耶、yeah, 怪力，唔可以俾佢斩中，唔可以俾佢爆炸到我，爆炸到我又晕，豆粒菇叶印斩，十字剪，卡波狼叶印斩，又 OK， 转翻依背摆头先。因为想过尾吸多啲经，唉，又要打喺度。我有一个咧健壮嘅孩子，有活力嘅孩子。剑舞，唔好电磁波喺度，好惊。100咧，我已经。阿帕怪，十字剪。唉，都冇咩技可以打，其实得叶印斩啦。呢只咩毒同埋虫啊，好似照用叶印斩啊，或者试下十字剪啦。哦，十字剪先痛啲，要出去草毒喎，记得咗。呢隻照你用呢招啦，痛到黐线，就快死啊！黑老家啦，换好啊，点做好呢？太好啦！阴谋种子爆弹，唔系觉得爆得死我啊？音符鹦鹉杀，好哥达杀 ，OK。做几多啊？唔好咁多啊！打唔赢啦，搞掂啦，好搞掂，回血先快，好冇嘢打，太好啦，好 ，OK， 你啦，同一位厉害嘅挑战打激烈啊！你要暂停哦，啊系啦，你可以先去博物馆，转头去博物馆啦，周围行下先啦，咁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嘢。有咩买喺度？令人烧伤，烧伤啊！呢、這个鬼火啊！
欺凶呢个出咗三系咩技？睇一睇先，我都唔知道。鬼火真系有电磁波，喂，电磁波有用喎、啊，电磁波冇只色，真系可惜。鬼火得哈鲁加知喎，但系冇用啊。如果得哈鲁加可以学嘅话，宁愿唔学啦，咁咪嘥咗佢个攻击力。本身谂住其他可以学到新手，呢次李多朗我最近捉到，而家训练佢，但系咧佢唔听话啊。喂，李多朗走咗去边啊？唔好意思，可唔可以帮我揾？应该喺城市入面嘅呢条友真系教导咧。教到无方，喺边度啊？尼多喺呢个城市度唔见咯，唉，帮你玩下啦。好中意听呢个收音机瞓觉，而家咧收音机坏咗，太安静啊，根本瞓唔着啦。应该养只鹦鹉，佢应该要养嗰只咩音符鹦鹉喺边度啊？又话喺呢个城市嘅佢。哦，呢条咧，尼比斯系使用岩石系。哇！我呢咧由成都地区嚟噶嘛，想当年我都系成都地区进行修行咋。彩虹羽毛，凤凰嘅羽毛呢个系，但系凤凰已经冇咗啦，所以其实已经唔知道有咩用。好，李多郎去咗边？唔知喎、啊，真系有咩喺边啊？唔见啦都，系算啦，唔帮你，我去博物馆啊。好。大五，哦，估唔到你都对咧化石有兴趣喎、哦！這个博物馆咧收藏咗唔少化石嘅，听讲咧仲有最特别嘅一样嘢就系石板啦。以后咧揾我嚟鉴定，你要唔要睇下？呢边行咧，哦，呢位咧就系博物馆嘅馆长。哦，嚟咗啊，大五君，呢一位系好，算系我朋友啊。呢位都嚟咧，见识一下馆长嘅新藏物啊。哦，就系嗰个咧，原来底咧呢个掘矿嘅队伍咧揾到个青色嘅石板啊嘛，之前咧仲有班人咧高价收购佢，但我唔同意啊，一定有啲咩特殊嘅意义嘅呢样嘢，所以咧就想大五咧你帮忙咧鉴定一下。话晒咧大五咧化石物同埋掘矿迷嚟嘅，拥有嘅经验一定好多。馆长你过奖啦，我即系咧中意咧收集化石嘅爱好者啫。哦，点样啊？做咩啊？发生咩事哦？发生咩事哦？好 ，OK， 我做乜嘢啊？呢就系之前嗰啲。哦，又见面啦，馆长。今次我哋目的咧都系一样，希望你合作下，将石板交出嚟。今次咧唔好谂住好似上次咁啊！我哋新组已经包围咗成个博物馆，如果唔好好合作，呢一个嘅游客都系我哋人质嚟嘅。唔系觉得我会输俾你哋啊？睇嚟咧要揾个牺牲品，馆长你先会肯乖乖咁合作。阿伯，你过嚟做乜鬼嗰度？过嚟！哇，救命啊！停手！居然用精灵对人攻击你，但究竟喺度谂啲咩噶？快停手！你哋要翻石板啫，唔好对游客出手。我俾你石板喺我身上。哎呀，真系只老狐狸，馆长先生居然收埋一个身度喎。咁咪 OK 啦，快啲放咗啲无辜嘅游客啊！梗系啦，如果你当初早啲合作咧，就唔会咁啦。即系咧，自己攞嚟衰嘅。好，佢咁怪，佢咁怪，精神干扰咧，将所有人咧移到你呢边。好，要打啦嘛？好快，嗰只佢咁怪，你系大五冠军，未请教，非常抱歉啊，俾你咧陷入到呢个情况，但系咧需要你嘅实力嘅帮拜托啦。哇！又要我打，黐线，一个肯打两个。我明白啦，尽力啦，尽早啦吓、啊。就凭你上次个渣渣训练家，冇兄弟啊落流。呢一个训练家咧唔系一般嘅训练家，察觉到咧嗰训练家嘅精灵等级咧同上次已经大幅度提升啦。哼，我系新组干部啊，任何精灵都可以熟悉使用嘅落流，但系点输俾佢？睇住我点样虐杀佢啊！睇住我点样虐杀你？哇！班格拉唔使啊嘛，整个冲浪先。之后就用，唔系我应该用地震，用地震会好啲，应该用钢料。耶、yeah, ，电磁波是但你啦，电磁波咪电磁波，个尾打班格拉，全部去打班格拉先，因为佢见到有龙武条，呢只要走，呢只转阿伊贝翻嚟，个尾打，其实应该攞钉先呢度，嗯，月光剑舞。
过尾打摇篮花，冻结之风，哇痛死咯呢度！十字剪、叶印斩、叶印斩斩咗皮皮先啦，过尾打佢，耶、yeah ！吸血大剂，打呢只回血，正蠢材回血，哇死咗，逐流居然系李振宇，两只都系岩石啊，系嘛水岩石都冇记错，一只呢只啦，冲浪呢只保护，哇岩崩，咦唔系佢唔系咩咩飞天啊咁。地震痛啲喎，再地震，哦咁啱落咗嚟，我只云雀即刻死咗。Hello 噶，潘瀑布呢度我知波动，唉快过我，搞掂，我精灵被打低，点做到噶？唔系，冇可能噶。虽然系啱啱攞个精灵，但呢个确实我全力，咁犀利嘅呢条，因为你啊落流呢一开始就立呢个嘅棋啊嘛，立输嘅棋啊，唔会输呢种必败啊，退下啦，呢个少年等我嚟对付。你唔系科学家咩？你嘅战斗力够唔够噶？有边个规定啊？科学家唔可以好似训练家咁啊？企埋一边睇啦。好，黐线一个人打两个，剑王，再剑王，仲要冇咗冇咗只衣背添喎。冲浪，佢嘢肯定又有咩评分，痛评分条友，嚟啊又有痛评分，吔屎啊，中唔死。一百呢咯，呢只已经啊，催眠你先。哎呀，我谂住催眠佢之后，等我阴谋一波先噶，只黑老家。如果唔系，我惊唔够打啊。好在降啊，而家全部大部分。哎，呢只应该杀到，杀唔到喎。但系我都快过佢。电鬼，火电鬼啊，火电呢只。开个阴谋睇下佢开咩技先。十万复杂唔好死住，未死哦！支波浪巨剑堂，唉合我心意啦！巨剑堂浪就搞掂，大义至上居然有啲咁嘅实力，哇！呢条又入埋嚟，呢、這个犀利友，哼！呢啲都系咁呀，呢班咧菜鸟啊嘅戏码已经睇漏啦，搞个石板都搞咁耐，你哋真系废到咧烂开啦！呢种程度嘅垃圾训练师不足为惧，我哋新组嘅干部背托绝对冇人输嘅存在。黐线，有乜可能打赢啊？我而家食药先，一隻打天啊！第一嚿系快、啊，地龙输咗啦，地龙地面地震死咗，除非可以黑到，唉冇啦死啦！我系绝对嘅，好似你咁嘅渣渣冇人赢到啊！快啦，首领等紧啊！石板攞唔翻嚟都唔可以怪你，呢啲战斗咧我见到对面人咧确实好强，唔理点讲都好啊！游客咧冇伤亡已经万幸啦，我要去揾馆长联系警察啦。各位博物馆搞咁大坛嘢，我谂个组织咧近期会有啲动作嘅，你都要有自己嘢做，唔搞你啦。你早出嚟啊，但系唔你出嚟嘅话，应该赢到其实。好，去揾阿尼比斯啊！啊，啊，真是喎，哈利啊，呢个道馆徽章已经攞咗。虽然咧，我与呢个道馆规则只有三只精灵，不过咧都冇可能打赢我三只。唔信，试下。哇太睇笑我啦啩，87呢想赢我，你会不会太搞笑啊？一定系用木技咁用黑老家啦，大木锤之后会用地震啦，火焰喷射，海牛兽，叶衣背，叶印斩，拜，想赢我？开玩笑又话火焰喷射，拜，毒鸟，点点点，切。三只精灵只有去到呢个程度，下次再见就唔系呢种程度，早过咁啦。想赢我真知好啊！快回个血，再打啦、嗯。其实六只真知应该都可以赢到我嘅，老实讲，真知啲宠原本都劲。好，追求完美嘅训练，追求完美嘅训练家佢碎咗。哦、啊，你有通过成都联盟测试啊？咁我嘅测试可能有啲苛刻啦，最多系拎三只精灵。最多拎三只，三打三啊，好啊，三打三咯，好，三打三啊，岩石系啊，咁真系得嗰几只开攞啫，呢只啦，同埋呢只系啦，呢三只
克已经完全系克制住佢啦。好，九位一嚟就用呢只啦，照旧。好，喂，尼比斯古珠小光岩石系轻微嘅攻击对我积嚟冇用，完全唔痛唔痕，用上你全力啦。好，小光，哇，又话三打三咩？你见到几多只啊？哇，佢六只重、啊，又话三打三嘅小光，雪土的三打三去咗边啊？一只积灵去打两只、啊，换句话说，真系话呢度用地震你冲我啊！地震啦、啊，地震啦、啊，最极，哇，真系黐孖筋嘅，冲落大木锤，走，好呢杯，拜。虽然系咁，我都打赢嘅，应该超铁暴龙啊！超烈暴龙就难啲，岩石炮，整个寄生你睇下先。岩石重炮嘅话，依背啊，叶印斩，再斩，耶！呢只就掂啦，即杀，谷石兽六只，好，搞掂。哇！呢条有九度啊，三打三，明明自己讲话三打三，跟住六打三变咗，居然咧突破防守强烈嘅攻击啊！拥有咧所有成都徽章同埋通过联盟，有一种程度毫不犹豫咁咧，认为你系值得攞嘅徽章，攞啦！灰色徽章，确实你话真系一场咧精彩，呢个岩兵送俾你咧，岩兵啊，岩兵我有冇用啊？岩兵其实都应该有用啩，点都好过岩石风嘅。但系边只学到啊？哎，呢只学到个岩兵，但系呢只唔系地面系。不过确实学咗岩石系嘅话咧，打击就大咗好多。真系难办而家。而家我只呢两只挤入雪柜，但系嘅话已经挤入雪柜。好落去啦，应该系穿过呢个啊。哎，睡魔生咧最近出现咗好凶残嘅虫系精灵，有五个徽章啦。哦。你似乎并未有五个徽章，咁我唔会俾你入啊！你个徽柴，搞错啊！五个徽章，我有四个而家，一二三，三四系咯，四个。枯叶攞咗，山吹士攞得未啊？山吹士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条路走咗未啊？睇嚟好舒服啊！佢咪唔会走噶佢，唔系话好麻烦咁样。始龙士过唔过到去啊？睇下始龙士可唔可以过去先。呢只始龙士有只卡比兽喺度，系咪要攞啲咩音乐吹醒佢啊？系攞音乐啊，定系攞支笛啊？我有冇支笛喺度啊？冇喎，呢度会唔会有啊？好，哦，扩张卡喎，听到好多新嘢喎。好呢、這个啊，好试下俾只卡比兽听先。诶、欸，卡比兽擘大咗只眼啦，六十咧卡比兽应该唔会死啊，咁样打死唔到啊，捉咗佢先，系咁回血啦佢，诶、欸、捉到啦，搞掂，好走啦。诶、欸，呢度唔可以通过、啊，吓啊唔系喎，呢度唔可以过到去噶、啊，一定要靠。山吹士，山吹士呢度点样落去噶？应该系紫烟阵向左行啦。呢度有冇路行呢？睇下啦。好，乜水呢个？系精灵医生。呢系自己秘制嘅药啊！秘药有咩用啊？秘药唔知道有咩用。呢度都唔可以通过喎，算啦，呢只杀咗佢啦，捉唔到。好，自行车登到要自行车，我要搭自行车先过到去。唉，好啦咁，自行车，好得啦嘛，得啦，好，准备上去条桥度啦。好，我要打双打，唔制。呢条路咧，呢条路咩路嚟噶？哎、欸，都有条喎、啊，改造车咧系要花大钱嘅，先俾我咧赚一波先。嗯，剑舞顺风十字剑，毒珠，嗯，
叶印斩啊，叶印斩，黑老家就得啦咁。黑老家嘅话，我用咩打佢啊？黑老家好多俾佢黑住，是但都照打啦呢只。呢只咬佢啦系，叶风，好在唔够我快佢。叶印斩 ，yes， 哇，差啲碌咗落去。又俾佢见到，你输紧啦，呢个我直觉嚟嘅。沙基拉。放钉，暴老王，叶武，写身撞，咁都撞我，咁都撞我唔死，你注定输啊呢度。暴形草，哎，应该用十字剪。好，唔好咁多怪啊。诶、欸，嚟到啊，终于嚟到新地方啦。十六号到啦，诶、欸，咩地方？新组喎、啊。OK， 又系嗰个打败咗我嗰个黐线佬、啊，连续打三场其实好难赢，老实讲。凭我呢个队伍系啦，凭我呢个队伍啦，当然系，其他人其实应该可以轻松过到。老实讲，好 ，OK， 班友喺边？你喺度？你喺呢度守住做咩啊？出示通行证吓？你冇？咁我唔可以放你入去、啊。要出示通行证咁巴闭噶？好，得先。玉石百货，好似我记得有嘢买玉石百货。好，睇下啲咩神兵利器可以买啦。岩石峰瞓觉呢个冇特别咯，我冇特别。好，诶、欸，你有啲球买啊？买五个呢啲球先啦，买多五个，买六个。好，几漂亮嘅面具、啊，诶、欸，你有咩事啊？呢个阿神东系需要本大人靓仔嘅假面，唔得，呢个唔可以俾你啊！吓、啊，唔系你要面具，诶、欸，呢、這个俾你啦，乜鬼嘢啊？好，呢、這个都俾埋你啦，小火猴面具喎、啊。啊，系啦，俾埋你啦，元气我。好，波加曼企我嘅，波加曼嘅一个面具俾埋我。有咩买啊？仲有呢啲果实，冇咩特别作用噶、啊。呢、這个系个，呢、這个系草成结，呢、這个超级吸收。呢、這个咪能量球啊？拼上性命的攻击、啊，10% 特防减，应该系能量球。這個、呢个咧？抗鬼果、先制果 ，OK， 我呢啲努力值嘅嘢，好呢度咧有咩行啊？冇嘢行啊，原来好落块地下啦，冇特别呢度，同黄金市攞咗会员卡嘅买嘢嘅道具都系一样。好落下面打冠主啊呢度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呢度咧去咗西面嗰边照顾嘅朋友，东南西真系有左手边。真系冇得打啊！小李，我食，居然有咧你呢个大胃王嘅比赛啊！好，赢咗唔使钱，太幸福啦！咁犀利，大胃王比赛，好 ，OK 呢个咩嚟噶？觉醒力量，睇下二倍系咩？应该我系啊，系啦，我系嘅话，即如果。佢系恶嘅，咁多数都会系全部31啦。咁确实呢只伊贝咧系31嘅，即系6 V 呢只系。黑老家咧，超能力觉醒冇用，系啦。如果系冰嗰啲都系有用，奇异花虫系冇用，钢铁冇用，毒系龙系好渣呢啲。最劲嘅觉醒应该系冰啊、岩石嗰类咯。岩石其实都唔算劲，冰应该系最劲，我觉得。好。因为冰嘅话其实几有用啊，真系。哦，有咩用喺度？会员卡点样攞到手呢？真系冇得入去啦。咁我哋向右手边行呢个咧。山堆市似乎发生啲咩？嗰啲黑衣人咧唔俾接近，连警察都唔知道去咗边。红莲岛道馆好似唔错，红莲岛道馆去呢度唔俾通过。红莲岛道馆点样过去啊？红莲都要过去，要喺浅龙寺过去喎。是但啦，由浅龙先过去先啦，咁唯有得唔得噶？过唔过到去啊？咦，过到喎，唔得喎。哦，由真身镇过去喎。俾你呢个 PP 最大剂气弹，先走啦，拜。但系佢。落去尼比市嗰度要话五个徽章，唔通行另一边穿过森林？系咪地鼠呢度啊？
唔系、哦，地鼠系穿去枯叶市喎、哦，捉我脚居然呢度，哇咁多班加拉嘅下面，你留意到出边班加拉，夹班加拉未啊？好凶啊，吓死人啦！而家唔敢出门口啊，我咪教训佢啦，呢班加拉啊，瞓到攻击过嚟喎，啊冇得打，真系又冇得搞啦呢度，点解呢度穿墙啊头先我，我唔系吓死我，以为穿墙。五个徽章点先有五个徽章啊？睇先，五个徽章而家山崔士攞唔到啦，上半市又行唔到落去。古君之路可唔可以过到去上半市啊？真深圳去唔到，红莲岛因为嗰度条路又封住咗，去唔到。试下行呢边睇下咯，唔得，去唔到。好，今日时间嚟呢度先，下集继续剧情系咁先，拜拜。